房子盖在马路上，这是位在台中清水的蹦康厝，三层楼的透天厝，阳台还是花砖护栏，相当讲究。车辆经过像是过山洞、涵洞一样。路边紧邻住家的窗户跟铁门，屋子的旁边一道楼梯往上，信箱门牌设在这里，民众的机车、汽车从房子底下穿过。这对爷的老一条路不用追路啊，老这条不用追路啊。哦，所以一阵土起来的时候就有漏了，对。当地民众表示，当时地主盖房子，为了方便通行，留下骑楼的空间当通道，于是形成了房子盖在马路上的奇观。外界觉得过街楼好新奇，居民见怪不怪。很没有习惯了，因为我小时候那时候搬来的，哎呀，习以为常啊。清水这栋蹦康厝已经转售，目前屋内没人居住。类似的蹦康厝，台中南屯也有。从远处看，外观就像一户人家的门面，近看却是一个巷道。巷道的上方是民宅，从底下通过，经过一个小隧道。其实这种蹦康厝，民国四五十年的时候很多啊。哦，因为时代的变迁，慢慢的把这些老宅都拆掉。这样的过街楼大多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。当初盖房子兼顾通行考量，经过变迁，建筑翻新，过街楼蹦康厝成为时代记忆。TVBS 新闻苏泰永、吴淑平台中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